It's been 2 years, I keep calling, I'm standing here, and I ain't got you. As we lay here, love is in arms, I can feel your fear, can this love be true?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Valentine's Day 的情人节妆容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拍彩妆视频，我还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，然后好像拍的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好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可以跟我提，也请大家多包涵。然后我现在妆容跟相机里面呈现的稍微有一点偏差，我觉得是因为我光打的不对。然后，我现在的眼妆其实偏浆果色的一个红色妆容，但是好像在相机里面都被吃掉了，都没有了。如果你觉得颜色有点不对的话，那我也真的是很抱歉。那如果你想学这个妆是怎么画的话呢，请继续观看下去吧。底妆我用的是 ELF 的 Foundation Serum 加粉条。ELF 的粉条还挺好用的，还挺保湿的。然后就是在我脸上，我觉得冬天我觉得还不够，所以我又加了这个 Serum。这个超级水润，光上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要皮肤底子很好的人上会比较好，就是一棒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会上这个 Makeup Forever Smoothing Primer， 抚平毛孔的，点在你想要抚平毛孔的地方。基本上我就是三角去敷，然后你就是均匀的拍打在你的大脸上。拍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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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。颜色，它这个粉条只有三个颜色，我的颜色是 nude。这款粉条在上脸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干，但是推开就会好很多。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的话，我建议你的保湿工作一定要做好，不然这条粉条也救不了你。我一般不会把眼皮上粉底，因为我上了粉底的话，我再用眼皮打底膏，我这边就很容易把粉底给晕开，所以我一般直接就上眼皮的 primer。现在的妆感就偏雾面，这款粉条的妆感偏雾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雾面的粉底液，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这款，因为它保湿能力又够强，也特别是方便。我很讨厌用手沾取粉底液。所以粉条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产品。Okay， 接下来我们来遮瑕和提亮。首先我用的是Maybelline 的橡皮擦，在我们的眼下进行提亮。记得提亮的区域要一个整个三角区。这个今天用的遮瑕盘是这个 Cinema Secret， 然后用肤色这个来遮，用到的是这把遮瑕刷。这把遮瑕刷是买一个送的，还挺好用的。我觉得蘸取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是6026，点在我们需要遮羞的地方。这边长痘，点到我们就这边。提亮和遮瑕完以后，我们的妆效就是这样。看得清吗？今天定妆粉用的是 Rimmel Stay Matte 001号 Transparent 透明色，还是用这把 Make Up Forever 的定妆刷，我觉得它比较好拿捏。然后我们就轻轻的定在我们的眼下。记得每次画眉毛之前，先把你的眉毛梳顺了，然后再顺着你眉毛生长的方向，轻轻一笔一笔的画。那其实画眉毛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只要你多练习就行了。像我其实画眉毛也不是特别厉害，但是我就是一直每天都画，熟能生巧嘛，反正就是也不怕别人笑，你就多练练呗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来上这个眼部打底膏，用的是 Too Faced Eye Shadow Primer。我觉得
这块里面有油，所以稍微 shake 一下，不然里面不均匀。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Valentine's Day 情人节，所以我们就要画那种粉红色或者是浆果色，反正就跟红色有关。我会用 Ceron 里面的一个打底色，这是我自己配的一个颜色，这个白色，这个打底的刷，这个刷子是我在淘宝买的，一般吧。这样这个偏肤色的打底色眼皮，然后用的是 Colourpop 这款 Super Shark， 色号是 Super Shark。 这一款的粉质特别差我觉得，但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主题，我所以说我就勉强用一下这个。我靠近你眼睛，然后手把它晕开，晕开以后我们拿这把刷子，这个是 Sigma 的125来取 Too Faced 这个颜色来做我们的过渡颜色 New。 我们刷在眼窝这一块，然后带一下我们的下眼，它这个颜色很上色，然后我们就轻轻的这个颜色叫 Cashmere Bunny， 这个颜色在我们内眼窝里面稍微加深一下，稍微带一点上面。然后我们的眼线就大致就是这样，因为我是单眼皮，所以我后续我上眼影方式跟双眼皮顺序有点不一样。然后我这边想再加深一点这个 new 的这个颜色，换取这个颜色来上在这个眼睛，加深一下我们这个。鼻影用的是 Kiko 的238，灰色。眼头我会用这款 Maybelline The News 的颜色，这个颜色。然后眼头上了Shimmer 和没有上的区别。前面我用的是 Kevin D 的这款 Light and Shade and Light Contour Palette 色。公民镜里面有讲过这个 Koji 的这个睫毛夹，你可以看一下它跟 Shiseido 这个对比，它确实没有 Shiseido 长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长度跟我的眼睛， Koji 的长度跟我的眼睛是符合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款要比 Shiseido 好用一点。这个已经买不到了，但这个如果我只要一种睫毛膏我就会买这一种，这个睫毛膏真的是擦睫毛的救星，太好用了，强烈推荐这个 The Balm 的 Marilou Manizer。 我们的眼妆已经非常抢戏了，那我们的腮红还是用比较soft 一点颜色，所以我用的是 Kiko 这个 Soft Touch Blush， 色号是109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，我觉得就挺柔和的一个颜色。Bobbi Brown 的这个刷子，这个刷子超级软，很明显这个刷子。接下来就是唇妆部分了。其实我今天挑两种唇，就是两种颜色。一种是这种很跳的这个，Colourpop 的，一个是 MAC 的 Velvet Teddy。因为我想说眼睛已经非常抢戏了，那我们的唇妆就不要再敞开了火了，所以我今天会用。
那个 matte velvet teddy。 那这款上之前一定要做好唇部打底。那因为我今天是拍的视频，所以就是那种的。提拉米苏又要等它热了嘛，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整理一下我们的头发。然后我会用这个 Besty 的这个那个喷雾，我今天来正好告诉你应该怎么用。OK，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情人节妆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赞，然后记得关注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